咱即马搁在研究，继续研究迄个第十八章戒定慧的考察。啊，即、这个第一节讲戒，所以戒分有忏悔、无耻戒，啊，甲即个耻戒、无慈悲安尼。225页吼，应该只讲啊未了吧？啊，恁咧本227页嘛吼，嘿。啊，即嘛用对即个世界有慈悲吼，有讲一块啊去吼，咱搁对头看一下哈。因为即个概率的字吼真快，哦，对即个看见，概率的字真快，但是包含一切正行安尼。即句正行会使讲差不多包括一切道德，啊、哦。啊，有那是讲的不正道安尼，哦，所以那是以夹字来甲讲啦，夹字就讲那较，因为这个字有跨啊甲下，所以这个夹就讲啊较下较小部分安尼来甲看，就讲注重伫迄个不杀生，啊不盗偷不淫欲，啊不妄语安尼，才会善。啊，这个先啊开无讲到酒。这个酒是这样改，啊，这个叫做别性改，安尼吼，这有跟咱讲过啊，别性改。那么出家众诶，四种根本改，我那是不杀、不得、不淫、不妄语安尼。出家人我那观察安尼，所以这个佛陀的四种弟子吼，拢总修行，一定爱修这四条根本改安尼。所以这个是比在家我改较严格，安怎吼？但是这个阴改就是连。夫妇的经营有哪禁忌？这个就讲以出家人来讲啦，哈，出家人来甲讲。但是这个妄语是注重伫迄个出家人哈，怎么叫讲出家人？伊本身阿袂正哦，爱讲讲伊正哦安尼，这个叫做大妄语。哦，啊，咱在家人，我去提醒一下哈，城里人爱注意啊啦哈，这条我不是去甲恁讲啦。物件歹，袂使共讲好者。哦，啊，你着讲坏底啊，无较去细细个处理吼，安听无？啊，你安尼改啊改，啊，遐改改，人甲你买咧，啊，买物件无作用咧。哦，迄个叫做大妄语哈，爱注意一点无哈。所以，即、這个就是个拢含咱即个定学有相关啦哈。啊，定学就是安怎咧？即、這个后壁会讲着啦哈，后壁会讲着。不杀。不得不淫不妄语，为根本的善戒安尼吼，这两字甲多边讲着较好念，善戒。所以出家众，哦，出家众拢总是对这个消极的禁止恶行讲安尼。那么，但是在家众的持戒哦，是较富有积极性的这个动心感安尼。哦，那么爱知影这个善戒是合法，一定爱合法，就讲一定爱知影这个修法的原则。那么修法的原则，伊是真来对，甲咱讲是因为一定爱有一个同情心，哦，共一个心情。那么这是安怎讲呢？是讲合法，大家拢一统的。不是讲你做会使，我做袂使，还是讲我做会使，你做袂使，还是讲我想的我对，你想的你对，袂使安尼进行，即句是咧讲安尼，哦，所以因为即个当一心境啦，哈，这是讲当一心境，所以即个是包括啥呢？包括到即、這个四无量心的即个慈悲喜舍，即、這个话是有相关。我以前即慈悲喜舍是四无量心。一定要流露会出来，哦，但这流露会出来，不是讲是安怎讲，是讲表现会出来意思。袂使讲无表现，譬如讲咱把慈悲喜舍是甚物意思，但你本身并无表现，安尼袂使。那安尼话啦，叫做空有其心，有迄个愿心，有迄个心，但你事实都无履行。哦，那么这个伊会参杂着这個、用慈悲喜舍甲四种的戒呢？伊较难要解释，安尼起来较清楚安尼，哦。所以，底下的个十阿含吼，观37，啊一百空一千空44经内底有讲安尼，佛
佛陀甲即个毗娘陀罗诸罗诸罗长诸罗长者，伊家讲安尼。即马即句话，大家注意一下哈。即句话说，注意讲，如果那有人要杀我，要杀我，应该我是无欢喜个着。哦，安怎样哈？但是我无欢喜个，我无欢喜个，但是对方嘛是讲这个意思啊。哦，这是讲安尼。所以既然对方无迄个意思，无讲含我讲意思，人杀我我无欢喜，我杀人人嘛无欢喜。当然呢，温和煞比为什么你要杀别人？要防杀甲要讲杀，对方拢总无欢喜，为什么你要杀别人？所以咱若是下当有这种的感悟，家己有这种的感悟，安尼咱就受不杀生，卖去杀生安尼。这是将心比心啦吼，啊知影无？将心比心，那么不傲杀生，安尼。都唔通欢喜杀生，咱大家注意哈，即卖拢总知影啦吼，连别人杀的咱都无要食啊，哦，即点要注意。我即卖比如一个例吼，昨日前礼拜，伫高雄北关斋街了吼，一个女将忽然间跪咧去哭，讲说我今仔杀生咧变怎？我咧安怎杀生？我去变爽吼，有咧啊，大蠓啊，甲脚掌皮甲钉落啦。啊！我手准去嚼，煞甲窒息啦！安尼，你阿看，迄种个心情，遮尼啊，遮尼啊，圆满。我安尼要安怎啦？我不要跟你合作面前念一个就好啊！你甲想卖？伊对一只蠓虫吼，忽然间无地甲用死啦，伊就心内足艰苦安尼。会记着呐，这叫做诛心啦哈，诛心，诛鼻心啦。啊、所以咱即马对道顶吼有一挂问题吼，比如讲有高压有啥物货，咱要切，本来一种小心，卖去甲窒息安尼，较袂结一个弯滴咧。安尼靠干咧，靠啊足厉害呢。我住伫迄个钢台钢筋刷住要落来，伊走来砸伫我，要入去迄个法师室个门口，靠干啊跪咧讲，讲你去佛前忏悔一下，念一下倒，迄毋是超过伊个，安尼。哎，甲讲安尼不要紧吼，讲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安尼甲安慰两句，啊，甲准点的，吼、哦。不过这是安尼啦，咱有时手上点着，啊，上上咱唔知我蠓仔计甲咱电计上的嘛，忽然会去嚼，啊，只蠓仔都食甲准戆去啊。咱手要歪牙个唔知影嘛吼，啊，得去试试。这应该拢平常时有人办，啊、哦，所以你嘛注意啦吼。咱珍惜这个生命吼，以前内底甲讲。他讲，迄落个不傲杀生，有那淫道欲动啦。不过即句话我甲大家讲一下，因为杀害他命，啊、哦，会记着呐。不傲杀生，杀会侵害着他命，侵哈侵略个侵。啊，那是这个淫呢，会侵害着他心。啊，那是这个道，会侵害着他财啊呢。这三句意思是安尼讲啊，爱注意，这绝对有伤人的啦哈，有伤人。所以世尊称安尼，以这个烦恼三种的法主通。所以我有不时伫另这个各八关斋戒内底有讲过嘛吼，佛陀讲的哈，讲今生今世吼，咱绝对卖搁再欠人的命。有无？我捌讲唔捌？灵严经观他讲的哦哈，甲阿难讲的。你若有欠人的命吼，白日要离开这个世间，离袂开。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就讲，卖分外情侵害着别人。哦，安尼来呢？咱白日啦，伫这男女的感情上吼，咱有啦，无法当离开这个娑婆世界。啊，第三就讲，卖侵占着人的财产。哦，你若侵占了财产，你嘛是搁行。所以你若是侵占财产要去行，你来是生生世世你也行不了。所以这类这三种问题是安尼。所以他讲用家己的心同别人的这个心应该同一个心情。你的物件你不要妨伤害，不要妨侵略侵占。那么你为什么要侵占别人的？哈、哦？啊，你家己的某囝
嘛不爱哄糟蹋，那么为什么咱要去糟蹋别人的某囝？对吼？啊，你的性命是坦白讲，我的人要杀我，我无欢喜嘞。那么既然我要杀别人，人嘛无欢喜，安尼。要注意啦吼，这个问题拢唔，那是将心比心，咱得当知影哈，这是讲安尼。那么这三条代志，伊个讲安尼，近如儒家的术德啦，中术之德的术哈。那么所以这个心语根本该受持不凡。第一心就是心啦哈，就是杀德言去掉，啊嘴。卖恶口、奇异妄言，拢是安尼。都已经不得已啊啦！囡仔是讲去搞怪，你要该念两句也袂使啊啦吼。啊，若无应该是在用框我教就好啊。就咪这意思的水平安尼吼，连囡仔都有那唔免讲多强就干咩啊？哦，即阵唔是讲安尼哈。所以这种心语的根本界就是不杀生、不得他、不邪淫、不妄语，这四条根本界吼。咱今日学佛的人吼，受持哦好些。卖去犯掉安尼，一个钱啊，卖去做业啦哈，卖去做在靠业啦、杀业啦哈，这种卖去做，不但是他律不可作了哈，是主律嘛不可作，安听话，所以这个就是对家己来，这一根本就行哈，一定要真小心注意，大家提醒，所以无应该做、唔通做的，咱卖做掉，绝对卖做掉，啊，这个比如讲不杀。咱不杀啦吼，啊，卖予一切众生受着杀生的苦，对吼。那么有那是予一切众生用有一个安全感嘛呢？哦，这些讲安尼哈。我讲一句实在啦吼，伊既然生伫这个大地里啦，伊应该有生存的管理，对吼，有生存的管理，咱卖去甲动，卖甲去动着。我前日听恩主师父讲安尼啦吼。我讲个大家听一下，伊讲有一个出家人吼，伊若偏食饭，拢一定有用留一点啊吼，出去周边个所在，互狗遐食呢。安怎吼？互伊狗遐食食，伊拢有留一点，伊无食到了，啊，拢厝边隔壁狗遐留一寡甲囥囥互因食呢。到后来，伊要伊无迄个净土观念哦。因为这点的慈悲心去感动到弥勒菩萨，到尾伊要往生的时候，这个弥勒菩萨给接引起来，给接引去到处净土。这是伊有看到这个典故，安怎样吼？这是恩主师讲话听啦吼。这个出家人就是讲，先说伊不能一霸，迄个厝边隔壁还小动物拢要霸呢。哦，这是有讲这个话，这个典故我听。所以这个句话就讲，予一切有情，阮有一个安全感呢。但是搁再进一步，更加爱护有情的生命，吼、哦，该无就是慈悲为实践啦，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？爱护一切就，所以我即摆甲诸位讲过嘛，咱今仔日吼，那是有慈悲心，咱第一啦，素性啦，吼，啊，第二。救生兼放生安尼，干那这个自然的福报哦，就会当去到四天龙天啦。我捌提醒过这个问题，干那你有这个慈悲心、爱心，搁同在，你自然就有迄个资格去到四天龙天啦。哦，这我捌甲谁讲过哈、哦？所以，那是爱护着友情的生命，这个就是等于慈悲的实践，慈悲喜舍。慈悲的实践，所以这个十八行卷二十二九百十六经有讲安尼，佛为多数时住乐住，这可能是一个部落啦吼，差不多跟像迄原住民安尼，哦，伊家讲若有忧心杀生，你若是有迄个心要杀生吼。伊这个部落住可能是差不多拢怕啦。一种精神的款，那是咱这山包吼，差不多拢拍了卫生安尼，可能这个问题可能是讲安尼，所以他讲你若有心要杀生，你应该家己悔责家己，这种的唔是安尼，就应该想讲你都有心要杀生，爱了解讲无唔通杀生，
啊，你家己有想要杀生，安安尼就是你的心不对。哦，如果你若是无心杀生了吼，安尼你就无缘无精神。因安怎讲呢？你就未含一切万物结缘，啊，结这个缘心出来。哦，啊，即马你的心就会当随喜啊，随时嘛计欢喜。即马要注意吼，心你那是有足有含这个慈悲心的这个主，等于讲动物无受苦，啊，你今日有一个心也真欢喜，我都无去杀了这动物，啊，你动物也快乐，你的心也快乐，这个叫做有足有安尼。安怎样吼？这是叫讲安尼哈。但是刚才讲如是道涛对有悲心，贪多是足吼。哦啊，这么来讲，你若本身无这个得偷的话啦，哦，那么这个你的心就是悲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无侵害到别人的财产，啊，让人动我，动我是听好无？譬如讲，你今仔日物件刚开了，咱无饭通食，无厝通住，还是讲无这个衫裤通穿，的话，伊就受冻受饿嘛，哦。即嘛，就咱就知影讲，物件有阵拢抢了了咧，啊！即嘛，来本身个生活就困难。像你若是会当卖有道头，应该即个表现你个悲心，哦。那么你若是无邪淫，应该你才有欢喜心，因为无侵占到别人身躯。无妄语呢，就是对伊就是邪心嘛咧，哦。所以即个四种无量心，那是一条一条，即个叫做别，叫做对四界。对这四条界，不过呢，由他大约有别人的这个偏重来讲，其实应该是相同。比如讲，这四条界含这个四无量心，应该是法义相通安尼。哦，小我体会看卖哈。但是亲像中阿含，就一本叫做《婆罗经》啦吼。这个《婆罗罗经》佛。为婆罗罗伽弥尼讲安尼，自见断十恶道，那么念十善道义，便生喜欢悦；生欢悦义，便生无喜；生无喜义，便知色心；知色心义，便自觉乐；心觉乐义，便得一心。多闻圣弟子得一心意，即心无足故，无结无缘无畏无争安尼。那么这个是去讲咧，咱家己哪会当看到家己啦吼？看到家己，你家己想说讲啊，我已经断掉这个十恶业啊，这个叫做十恶道。因为你若是断十恶业，你未来较未生伫三恶道内底咧。因为你有一业有恶业。绝对对了恶道，哈、哦！所以你起码讲，家己有想想我啊，我都已经今仔日也有不杀不得不念不妄语不恶口，所以你家己心心一下哈，即家己会当反省哈，这条代志真正家己会当反省哦。过去的心甲今卖心哈，家己你家己爱会欢喜，爱彻底，你爱彻底落实，听哈、哦。那么彻底落实了，伊讲你自然会断掉这个是恶业道。那么念十善道了，因为你是恶业断，就是已经行十善道嘛。行十善道已经具足，意就讲已经圆满。那么你一定爱本心吼，爱生欢喜心，生欢喜心了，便生有喜，生有喜欢喜，吼安尼。那么你的身躯吼，就叫做知识心。什么叫做知识心？就讲心不作业啊。心无做恶业啊，这个叫做知识心啊。因咱人的身躯每一天吼，作为无学佛的人哦，离不开恶业，有大有小呢。你要相信无？恁家己冷静，我哪知影吼？因为我家己冷静，我哪会想？差不多平均吼，每一天懵懵懂懂，有无？大恶小恶，拢总会做掉。大过错、小过错拢有做着，念咪受气咧，念咪起一个歹念咧，下辈你家己想，
哦，这种会哦，但是即马应该都爱非常微弱，到将来拢总无安尼。哦，这个是个讲安尼哈，所以这个叫做心不足，叫做知识，知识心意。哦，安尼你就感觉家己真快乐。那么心感觉快乐，安尼会当得到一心。哦，一心就是讲会当故作清净，安尼来哈。所以他讲道门的圣弟子啦哈，这里是讲什么人？道门混乱。哦，安怎样哈？道门譬如讲佛陀有讲一句安尼啦哈，因为这个地主有一个叫做外地主，就是在家有报是甲有报伊，啊个内的地主就是在出家众安尼，这个叫做地主哈。那么以前嘛，这个给讲就讲道门的圣地主。这个就是讲啥大阿大 BQ， 哦，安怎样吼？因为安怎样呢？有真侪人拢无要听经文法，啊，所以这个是足爱听经文法的圣弟子，伊会当得到一心完整。当然，伊的心会当含这个慈悲的足骨足安尼，哦，所以伊就无结怨，无结怨仇，无怨。无含他人结怨，也无畏恨心，因为这个安怎呢？这个会来含嘛冤家相拍相骂，这个冤动头就是这个畏恨心、受气心，安尼逐逐渐渐，你都无结、无怨、无畏恨心，当然你都无含人相争安尼。啊、哦，这是讲安尼来，照安尼来甲讲吼，以前内底甲讲就是悲喜舍同安。含这慈悲喜舍，诶，这个个德，素无良心应该都相像啊。哦，因为咱今仔日吼，所以咱即马讲实在吼，学佛的人，这个大菩萨道，除了素念以外，你必定爱先有慈悲素无良心。你若无素无良心吼，来，我搁讲一下。你若无迄个慈悲喜舍啦吼。所以你要讲叫你布施，爱己吼，啊利他行，动思念，可能你无半项，这四项你无半。因为你今仔日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慈悲和布施拢有相关呐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喜舍，这个你今仔较无慈悲心，你要讲叫你用一个真诚恳的这个意思来讲，着真好人，安尼感觉真好听话，吼、哦！还想无啥可能呢？你要相信无？哦，所以你今仔日慈悲有故作，你较有可能讲我今仔日。对方这个人有真需要，所以这个布施跟爱意吼，第一，因为伊有不幸，你要安怎解帮忙？用话来解讲，要安怎解真温和、真亲切，来解化解伊心的感。你要注意这点哦。啊，所以讲，譬如讲，对方伊都无有因为物质，还是讲生命惊吓，上解无你嘛讲，我今仔日你都有需要啥？我甲你帮忙，因为我无这边无欠，不过你惊遐啥？就是讲我摆一个到底死亡后，这个问题我惊遐。那么你就是包括爱伊甲法师来分送予伊，安尼自然伊受到你的安慰啦，受到你的法器上开发出来，对死亡伊都无惊遐。所以人个惊遐第一就是病苦不病苦爱惊遐。有时阵今仔日无通食，明仔载无通食，我前途茫茫。那前途茫茫，咱有一个慈悲的心的人，当然你爱替尽量想办法甲解决。哦，啊，恁伊无唔是因为物质的问题，伊有其他别种问题，即个甲透袂开，所以你用着真诚恳的心去对付伊，去解决。
流露迄个至诚的心，迄个诚恳的心，安尼就真温和，安尼甲伊讲，伊的心门来开开，会听你的话。所以一个菩萨道吼，唔是讲会恭敬就好呢，有你敢知啊？爱有一个亲和力，还有一个亲切感呢。我讲你听无？我一味伫百官斋家甲大家讲过吼，在兄弟姐妹，你唔能够作孽过多咧，唔通安尼，千万唔能够作孽过啊！吼、哦，为什么安尼？因为一定爱说到这法师哦，爱含大众，而且个心有一个感觉讲，因就是你安尼。整体在两三千人的中间吼，你来甲看讲，在含我是同一体性，因也对了，绝对有一个真艰苦的这个心情。所以你一定要用真诚恳的这个语言来给他劝，伊较接受的人呢，听好不？啊，所以这个讲，咱作为周边的人，然后感觉有不平，你这个慈悲，而这个个心现出来，你绝对有这个爱意，真温和详细疼惜伊的话，安尼来给他劝。啊，无你免哪介伊，伊免哪相信你。啊，菩萨心是安尼嘛吼，以后。各处来慷慨，对于实实在在有利益。比如讲，今仔日诸位，咱即马讲一个真实的代志，佛法要甲咱讲的，互咱未来解脱的，一定要断烦恼，这是必然的代志嘛？这是根本道理哦。你今仔日爱众生，卖对了。当然，你要用真正确的法语来讲安尼。你若无断除烦恼，你无可能离苦得乐。因为这个是一种解脱生死的一种原则啊，所以你一定要看温和详细来劝，劝讲唔通阁唔对啊。因为这个烦恼内底都有三毒嘛，啊，三毒就是贪嗔痴，啊，甲自性杀盗淫，甲恶口奇异妄言两色的。所以你要真温和详细，让伊得到未来解脱的利益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若像真诚恳安尼甲伊讲吼，我甲你讲拢会接受。做一伫台北吼，毋着有人计请我伫边啊吼，我坐伫迄个有无迄、那个，恁敢无看到？人计请我坐伫迄个边啊遐，一个女将我来跪咧，啊，目屎全流出来，用舒服。我无要讲啥，我安尼唯有感恩安尼，听无？我敢唯有感恩你安尼尔。啊，阵目屎即个阵离开，供养一个安尼，听无？迄绝对有某一个所在去感动伊嘛，无奈安尼。知影吼，所以菩萨道的人吼，是以慈悲心来应大众的需要。所以我暗中到时拢无通困嘞，我就是无要予大家失望。大家借着我时间中头时间就来，啊来，我计讲百官在家迄讲就对了。今仔日一定注重在介主家当作兄弟姐妹，他们有什么困难，看看家讲个好势，回转会当解完。有人讲师傅，我肝癌嘞，要安怎？王菩萨，你肝癌，你堕胎几个？我堕胎六个，长一个安尼。哎，目屎流出，我嘛流出啊！变，我讲你开咩安尼？伊讲我都唔知呀，变怎？哎，因查某囝伫边啊嘛计哭，肝癌袂记啊。讲忏悔啦，看菩萨安怎啦？啊，若无吼，将来有哪方面的菩萨接引啊？另外一个来。问话，讲话讲袂出来，到尾因祖囝甲话，因新妇来讲，阮大家吼，气眼袂记个啦，面啊黄皮皮，三皮八，讲忏悔啦，忏悔啦，吼、哦，无变怎，因新妇伫边个哭，我目眶嘛红，安尼问，咱要今仔有困难要问咱，咱一行啊一行好好甲安慰安尼。啊，叫伊忏悔，伊若有实在忏悔，看伊今生今世这个生命安怎变化，这点是较重点嘛。啊，若无伊未来会当得到解脱，这个安尼。
所以今天若是讲一个法师吼，无含大众打成一片呢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因缘拢结袂顺。啊，若无打成一片吼，你家讲的话又那袂啥接受。所以即马就讲，阮徛在阮的立场吼，注重大家，唔是当作一家人尔，当作同一体性，安尼来，有困难解决，但是一定爱带大家带好，听好无？爱甲大家带好，带开伊真正会当断恼烦恼啊，离苦得乐安尼。啊，若无我着高呼佛音啊啦，搁高呼助威，知无？哦。所以现在这个是结果，因为慈悲喜舍对咱咯，实际讲是真重要哈。哦，啊，这个含数量都是拢讲迄种迄落情形啦哈。所以今来在讲迄落个十善业，讲到数无良心哦，这是经典中时常看到的，了解吼？经典中常看到，因为一个人苦情，我即马甲注意讲一下，一个苦情吼。已经边啊无人帮助啊，伊唯有来找法师。哦，啊法师，你若搁甲传唔到哟，我甲你讲哦，代志愈大条。昨个一个女将我来做日啦，师傅，阮大家吼，你叫我替伊周边环境地主点灯，安尼俩伫病院昏迷三个外月，我讲你替你的大家。点灯，唔是替伊点，是替伊周边完全替伊点。啊，今仔日阳气，伫迄个进前都差不多十几日前啦。因为我你伊去房桥跳关门外啦，分袂袂死咧，啊，毋知要安怎，讲要安怎样，我咧讲，你替伊身躯变完全替伊点灯，你应该点，但是你回去较看情形，即嘛伊前日来。八关在讲师啊，真感恩啊！安尼点了，第二天就往生了。安尼有解决一个代志无？啊，但是今日无甲教对哦，伊变哪会当落实讲做一点尔，过第二天的再世就往生啊！啊，无拢分袂不清。啊，即马咱台湾都袂使无安乐死嘛吼？啊，是甚物原因？就业障卡咧。业障卡着，唔好死就对。要好哪话哪死哪话哪死安尼，所以这个点灯重复了，佛陀甲方讲，让这个业障化解到迄个心的愿。我讲你听好无？佛陀甲方讲，甲这个业障，让伊心的愿准化解，那么伊就帮伊刷，按代志来解决。所以咱这个佛弟子的苦情哦，有时阵伊无当解决，伊心情就安尼恶障。啊，规家草都拢乱清清嘛！这个是人破病，当然规家家是损了拢乱去啊！啊，当然甲公公好势安尼，何况你甲放，你家一点点甲辅助处理，安尼俩第三天会再写到往生去啊，真单纯往生去。所以今日在各项问题、世间法、世间事，要互相得到圆满，法师哪有政治见？但未来要得到解脱，安怎会开当解脱？这个法师的法技吼，一定爱讲教好实在安尼。这个就是在这个慈悲喜舍、甲数业诸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来对哩。但是咱将来一定爱学较会晓哈，学较会晓，因为安怎样呢？咱有法菩提心吗？世间的这个处境改变，有啥物代志苦情未当解决，你会当甲解决就能解决，就甲当作伊是你一家人，听无？甲解决。啊，若无法当解决，不要紧，你打电话问一下，啊，就改变安怎样？啊，但伊就爱会用要听，要接受啊。那唔接受，那没有办法哈。有阵话甲讲过，伊都不要听咧，不要听，咱就无法哩啊。哦，啊，一个讲，一个唔得，搁另外一个哈，搁另外一个哦。因大家甲有那病解决两年过，定病定迄落，定个入面，定个出年啦。安听吼？拢是阮大家安尼，厝是讲规家口拢无法度拢乱去啊，拢真正拢乱去，毋知要安怎无法度，无助啦。要伸手拜托人家咱救，阮也无法度。啊，都毋是讲无钱，都定计人民出呢。我讲无安尼两条路，你替恁大家点灯，搁替完成这组点灯，两条路。啊，
安尼点点因大家有往生。因为阮大家已经往生啊，要搁安怎做讲？你替恁大家点点就好，搁再去替点点，安尼绝对离苦得乐。哦，这是最近咱伫邦桥、港屯、甲其他这个地区吼、哦、所发生的这个经过啊。一个人啊，法师唔是干那样讲经就好，一定要有迄个真亲切、真爱的迄个心来对待一切啊。哦，安听无？哦，迄、那个就叫做种个慈悲心啦、啊，对起来哈。哦，厝边隔壁若有烦恼结乱，你有哪不要紧，甲看，去甲看一下，安了解吼、哦，显出一个咱修行学佛的人的种心量出来安尼，安了解吼、哦。哦，这个得给讲安尼哈。所以现在得甲讲，尤其是。十善业、讲到四无量心，这种有相关啦哈。啊，我今麦就搁甲咱发展来到四业主啊，哈、哦，四业主。所以这个四无量心啦哈，就是有一个三福业有个相关。第一叫做平等福业，第二叫做思维福业，啊，第一叫做四福业啦哈，平等哈，四个福业。第二叫做平等福业，那么第三叫做思维福业。那么这个我大概讲一下，因为咱一定要有两种猪牛古种，福猪牛甲地猪牛哦，安怎样无？我敢无讲过吼，福的猪牛甲地猪牛，因为咱将来要成婚哦，这条路阁真遥远，真远。我讲真正啊，阁真远个哦。但是重要是迄个不退转安尼。不过这条真远的路要行到到吼，第一你一定要有布施。你若有布施哦，会结无量的这个好因缘，把这会当帮助你安尼。这个叫做啥？布施就是施福业。那么第二呢，你要安怎达到有真正确的这个水准吼？进来第一个叫做平等福业，即个讲平等慈悲。爱护的心安尼，唔是干那讲我惊布施就好哦。你得爱注重大众，万千平等，唔通分别心啦哈，听好无？甚至还有慈悲，还有爱护众生的心。安尼累到的，咱这个路都要行开远，行开久。哦，那么第三的思维福业，对出世之要法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健康，唔是戆戆想哈。爱做注意这点哦，你就想讲，我今听这话，含我未来解脱有相关了无？因为这个出世叫做解脱嘛。这个思维福业吼，就是想讲我今生今世所有的行为，所得到这个法语，有出世解脱的实质了无？哦，有解脱的属性了无？啊，无管你讲，愈修愈得体，听无？人家行进前的，不过你的进前吼，你唔知道你是家己上何状个进前的，安怎吼？你家己唔知影，啊，佫一点吼，人别人有真落实，一步一步前进。你走那就三分之一的三分之一步的，就是你本身海胎无实在，安尼累到就你来拖，人别人三阿情基劫会当成佛，你可能会变到阿情基劫。我讲听好无？哦，我搁啊再讲一下，咱的理想是啥？是成佛嘛？应该大家知影，唔是我个人要出世解脱了。是我把这迄个解脱的究竟是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，应该大家知道。但是诸位，你讲有计实在落实了无？有计精进，有计落实了无？因为今生今世，你若无精进落实吼，你这个福猪牛甲地猪牛吼，未完满咯，未完满。我他妈计讲布施得福猪牛嘛吼。
哦，恶猪娘。啊，读经文法，就是开悟自性的地主娘。读经文法啦，但是一定要这两项代志，一定要今生今世都大家已经有这个因缘，对着这个师父嘛袂歹啦吼。毋是我家己去保哟，我家己讲真正，是真真正正哟。对着这个师父嘛袂歹，咱真有心啊，一礼拜就讲教育一遍，你较紧充实家己，听好无？较紧充实，因为这个地主娘吼。第一爱断烦恼，这个成就一个叫做断定。你若无断烦恼哈，无这个断定，即马来断定，开当成就地定嘛。开当成就地定。来呢，迄、那个福珠牛就是比定。这个是安咩？面对大众，迄、那个叫做慈悲心的比定。你今日都听经闻法，该人修改就修改。你若无修改吼，迄、个断除烦恼无可能断。事实讲害也是害家己啦，我无骗你啦。你健贪也是害家己啦。量力啦吼，量力，唔是讲我得安怎样做较对，唔是啊，量力就好。所以你今日不断的落实研究这地定啦、故障吼，这个达到将来拍这开悟安尼。一定爱安尼，爱注意哦，这是三个这种猪牛吼，一定爱用好势哈。所以今来对甲讲安尼，所谓出世要烦恼，看先说安怎？爱真落实如何所谓？那么这个多含施戒定三福业，施福业、戒福业、甲定福业，但是佛称戒。无数无量为平等福业安尼，这个就是啥？因为有平等心来对待这众生，一定爱安尼哦。绝对无分别心啦吼，无分别心。不过一定爱突破伊迷定，爱突破伊迷定，这个较重要哈。所以这个就是俗语戒先，那么这个嘛是极有意义啦呢吼。戒一定爱先注意这个，因为你若戒无精吼。所以我现在再说一个，然后这个改的会哈，有个修改的会，等于会哦。咱有个拜佛叫做忏嘛哈，听好不？叫做忏嘛，忏除过去的业障。但是你唔通像基督教安尼哈，基督教堂哦。六天作业，第尾啊七天较拼拼耶稣，我听有无？甲拢总拼拼耶稣，即马来拜伊，佫开始作业做甲拜人，好啊，拢互你啊，只本事拢互你，因为你就是要甲阮担的嘛。安尼有火无？无火。所以咱今佛地做早对千万万安尼，安尼你今仔有惨无火吼，业障往哪卡咧？什么代志拢无可能固执断定，拢无可能固执哦。要智慧开发嘛，无可能，因为你个作业嘛，完全借助拢卡伫边，你哪有可能，哪有可能成就这个个菩提道出来？所以这个悔就是改的意思，叫做悔改。所以咱都爱注意啊。你若今仔日有问题，就是咱过去的问题嘛。问题了后，你就无去参。现在来你有机会，这问题就化解去了。所以咱拢有问题，我有问题，我还没学会之前，我也是有问题，听到不？不是恁有问题呢，恁也袂当讲无问题啊。因咱过去懵懵懂懂的，恁有问题，我观察含恁相像有问题，因为我那凡夫俗子，但我今仔成就，所以恁有那迎头赶上。我讲听好无？有那会当引头赶上安尼较对。那无是要创啥啦？要搁轮回呢啦？这个事今仔会当安尼好，我绝对要含伊相像。甚至你着想白，你唔敢讲暗中立一个志，我白日要含师父相像。
听好不？一定系安尼嘛。哦，啊，所以唔通讲定过去的唔对，定老的，还问题拢变调去，无要紧。但是一定爱有一个新的生活，甲新的生命爱突破出来。哦，这是说明安尼哈。哦，所以这个唔靠计讲平等了吼，就是彼此同一。这个大主心在安尼哦，所以大乘所说的这个平等主同体比，就是这个深机的发挥安尼。哦，那么这个慈悲喜舍含定心相应，才会当扩充。那么这个较称之数无量，数无量是讲诸无量、彼无量啊、啊舍无、喜无量、舍无量。因为爱达到相来成分的，所以咱一定爱慈悲无量安尼。安怎样哈？所以这个本就是戒的根源啦哈。但是因为有戒业清净，就是讲无搁再造业嘛。一个真啊，连细米都唔通啊！我讲就讲，你讲看迄有钱人安尼饲着只蚊仔死，伊就心内计艰苦啊！哦，迄个连细米都唔通啊！安怎样吼？那么这个戒业那是清净动静众生的这个苦病，注意，咱的生老病死吼，别人有哪安尼得着？有这种的苦啊，别人有哪有苦？啊，所以由咱的苦，开始动静别人的苦，安尼了解吼，修行。众生皆有苦恼的这个问题，皆有生老病死，吼、哦，四苦、五苦、八苦，咱有安尼，啊，别人有哪安尼，所以咱起这种同情、大慈悲心，下当尽量替因解决安尼，好、哦，安尼了解吼、哦。所以这个同众生苦病，较引发着这个慈悲喜舍，成为一个无相的人，无相人相安尼，众生。有的是无慈悲喜舍啦，哈，自私心嘛。但是有的是有慈悲喜舍，但是有限。可是咱一定要达到数无量。那么自自然然的，你就是伫人上人安尼，这是必然的嘛。别人未当啊，你已经做出来嘛。这人上人，所以这个戒含数无量哦，事实是相关性安尼。因为你的戒无去相反的，着人就是等于慈悲嘛，安听无？所以叫做相关。可以证明佛法，伊不但是指望我们爱行善，啊，搁在诚心的一些德行，这个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搁在自证其义。即句话就是讲安尼，哦，是诸佛教的顶完即句，哦，证明佛法就是诸恶莫作，啊来就是众善奉行，下当尽量做出来哈。啊，迄、那个王吼，咱这个福建有一句叫做陀罗尼吼，知无？就是叫做中旗哈，陀罗尼。陀罗尼也根本叫做中旗。就是七仙，哦。不行，啊，起恶不行，卖去伤害别人，哦，啊，尽量圆满一切众生啊，呢，哦，一定要注意这点嘛。迄、那个诸恶莫作，众生奉行，但是还佫正，自正其义哦，卖执着，恶一下哦，恶灵行善，哦，卖佫执着这个。所以这个唔敢讲，这是对于人类哈友情的同情心安尼。对友情，同对万类同情心，是求有和乐善生的尊敬安尼。哦，那么戒加慈悲是切重有母亲的善根，绝对袂使对众生生出种亲人心啦哈，这点要注意。但是这个是含有时机。的成分发展吼，这是渐兴起来，啊，佫袂当充分的发挥出来哦。哦，但是这个注意啦，咱一定爱发挥也出来。哦，渐兴、渐发挥安尼，渐修、渐好、渐发挥。好，到这，是啊，哈、哦，弥勒尊好。